嗨嗨逼人，穿比基尼与鲨鱼更油辣翻。确定这是生过小孩的身材吗？40岁的王思佳日前带着老公和1岁多的女儿小王美一起飞到美国度假。一家三口来到佛罗里达东海巴哈马群岛，这里超适合亲子旅游的。最著名的体验活动就是与猪猪和鲨鱼一起游泳。捏好吃呢，捏捏补给站。这女儿小王美见小猪猪也很开心，不过一票网友完全不 care 萌猪仔，因为焦点都放在王思佳的辣身材上啦。这身材谁还会看猪啦？这个身材太丑了啦！少女的身材，我只看到辣妹。Hello， 徐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光汉，我是柯佳燕，我是波玉。祝你们兔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恭喜发财，扬眉吐气，平安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啊，春天，兔年来，赚大钱，好，记得到电影院看《想见你》，想见你，带你想见的人去影院看《想见你》，祝福大家都能见到你想见的人，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唐某，我是蔡一杰，我是蔡一智，我是苏启威。我蔡一杰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最重要哦。我在这里祝学生们读书进步，然后做生意的人赚大钱。我祝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，世界和平。恭喜恭喜！徐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金兔报喜啊，好 ，Take two， 虚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金兔报喜，兔飞猛进，兔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